《金报》追七零，我们带您来看看关押重刑犯的平林监狱突然发生了一起无名的大火，还造成了四个人死亡。没有想到，这个火熄灭之后，牛普帮的脚头却在这个时候切腹轻生。究竟这起大火涉足了监狱里面什么样不能说的秘密呢？瑞德。 台湾除了监狱之外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机构，叫做执训总队。那么最早呢，叫做流氓的。 管训，后来改成流氓的感训教育。那么这个感训教育，事实上就是提暴流氓啊。可是台湾曾经连续发生啊三起重大的执勤总队的纵火案，并且造成大量的死伤。而三起重大的这个啊、呃、这个执勤总队的纵火案呢，事实上都发生在同一年，一九八七年呢、啊。那么当时也因为这个啊。呃 一清专案呢，已经进行了三年，但是一清专案未经审判，总共抓了三千一百四十二位，很多的这个媒体呢，那么都认为以为误以为一清专案抓了四千多位流氓，其实其实它正确的数字是。 三千一百四十二位，但问题是这三千一百四十二位的这个流氓啊，抓去以后行其无奇啊，所以会演变到后来，那么关了三年以后，就会有暴动的事情上发生，因为他们第一要求审判，第二要求释放回家、啊、那么第一起这个重大纵火案件发生在位于那么现在的新北市平林的执训总队。 当时是因为一位台北牛浦帮的软性老大，他因为生病被关在这个独居房里面。那么平民资讯总队的独居房呢，总共有八间，暗无天日啊！是当时的这个呃管训的相关的这个呃设备呢，跟方式是非常的落伍的。所以呢，暗无天日之外，因为他生病很严重，要求看病就。 根本没有人理会他。那在如此的情况之下呢，其他关在同一个这个呃狱房狱那个等于说相关的紧闭室，另外七间这个牢房里面的独居房里面的这个等于说狱友啊，就那么纷纷的那么帮他这个等于说声援。所以呢，那么兄弟呢赞助兄弟赞助，其实就是啊那么直接闹房，采取闹房啊嘛那不断的喧嚣的方式。但是呢，那么负责执训总队的相关的包括警备总部宪兵这些人都不理会。 结果，软性男子呢，为了吸引注意啊，那么在制造这个呃相关的假火警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当时独居房，那怕他们呢撞墙自杀，所以都用泡棉呐、啊，那么装在这个墙壁上面。泡棉最怕的就是火，没想到，那么他在点燃卫生纸的过程当中，就引燃了这个相关的泡棉呐、啊，那么。 在外面守卫的这个守卫呢，发现不对了以后呢，用钥匙打开，那么进来了以后，那打开的这个软性牛骨帮老大的相关的营房，把他给救出来，可是。 他却不是赶快那么通知执训总队里面的人呢来救火、来灭火，而是竟然把那另外一个大门呢给锁住，怕其他的犯人逃出来。等到发现不对的浓烟整个起来了以后呢，那么这时候啊，这个软性男子发现不对，因为其他的狱友可能被死在里面了、啊，他想办法先用砖块那么敲这个大锁啊，敲不碎啊，敲不下来以后，还想再去救，已经来不及了，一度还想抢这个钥匙去开，那么自己也被呛伤，最后等到执行总队他们。 呢，那么一个人用水桶密集的这样接，然后呢，想办法用钥匙打开了以后呢，造成了四死六伤的惨剧。而四死六伤，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大家为了声援牛虎帮的这个大哥啊，那么这个暖心男子呢，他非常的自责，他为了因为为了替这个兄弟们抱不平，也为了替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于用美工刀直接在这个工厂里面呢，试图切腹自杀啊、呃，但后来呢获救。 那么也却因为这样子被一过失致人于死啊判处了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发生在监狱里面的事情，由于这个不透明，所以呢传言也特别多。您知道，在绿岛监狱也曾经发生过纵火案，而且这起纵火案造成了八人惨死。当然，消息就开始很多，就觉得为什么被封锁？这中间是不是有不能说的秘密？外界开始质疑，这八名死者不是被烧死的，而是另有隐情，到底怎么回事？瑞德。 另外一起发生在台东东城的执训总队呢，只是因为一样求情不稳，因为呢已经过了三年一心专案呢，这些人呢、啊，他们大家本身呢都非常的鼓噪，结果。 那么肖姓的少将指挥官为了安定稳定求情啊，亲自到了东城的执训总队呢，来这个地方进行巡视跟安抚啊。在经过汽车修理所的时候呢，没想到有一位这个正在赶训中的流氓啊，那么用保特瓶藏了汽油。等到这个肖姓指挥官靠近的时候呢，突然间用这个保特瓶里面的汽油呢，夹持了指挥官，并且在他身上泼洒所有的汽油，指挥官全。 全身着火，那么旁边的副官为了救他呢，也扑上前去。这一起惨案造成了，那么我们台湾的犯罪史上呢，少将级啊、哦、被挟持，而且因为这样子而造成的那么呃纵火焚烧死亡的非常特殊一个案例，而死亡的人数还包括那么在旁边本来要救他的这个副官啊，造成两个人死啊。那除此之外呢，延湾也是一样。 延湾暴动也是因为疫情专案，那么行期无期，所以后来那么挂了很多“还我自由，我要回家”啊、“公平审判”等等啊，最后变成演变成延湾暴动，然后紧接而来，包括宪兵特警队、海军陆战队特警队攻进去，那么把这个啊总共有两百多位的这个流氓制服了以后呢。 将其中八十人呐、啊，那么列为首恶，列为首恶了以后呢，用直升机，当时用两架的这个啊啊、呃呃、直升机呢，双螺旋桨直升机啊，直接上了脚镣手铐之外，把他们的眼睛全部蒙起来，那么直接飞到那个五十公里之外的这个绿岛啊。那么通常集训总队感训队员呢，他们都会用啊，比如说牙膏的这个盒子啦的背面呐、啊，那么弄上。 做做成简易的扑克牌等等啊，来进行一个聚赌啊。那结果呢，被他们发现了以后呢，那么执勤总队禁止他们赌博，他们也本来就因为关的很不爽，再加上又聚这个聚禁止聚赌啊，已经很不高兴了。结果那一天，他们看到两架直升机从绿岛载着这个几十个人，也湾台湾暴动里面的人士啊来了以后。 这个直升机还没有降落，离地面大概还有两层楼的高度啊！竟然直接把这些那么用手脚镣、手铐铐住，而且眼睛蒙着眼的人呐、啊，那流氓直接一脚踹出直升机，让他们整个掉下来。根据这些那么被踹出来的这些啊、呃，那个流氓大哥他们说啊，他们形容那时候。 误以为自己要被丢到这个太平洋的海里面活活淹死了，就没想到掉下来的时候，砰，头破血流啊！为什么？因为竟然是掉到这个水泥地上面，而在绿岛的这些人眼看着你们怎么用这样的方法呢？所以大家群情更激愤。那么马上大家着急了以后呢，那么跟这个绿岛的执训总队的指挥官摊牌。 那么要求自由啊、哦，部分的自由，当然也包括这个所谓赌博的自由跟人身自由等等啊。谈判破裂，最后他们这些这个呃绿岛的这些受管训的队员、呃、啊，冲进去厨房里面呢，抢夺了十八公升的煤油啊。那么把这个棉被啦，把这个易燃物啦、笔记本啦、啊，全部收集了以后，便用铁丝、铁条啊，把他们的相关的囚室呢，把捆绑起起来，不让这个侦爆部队能够进入。双方对峙未成，以。 新竹风波，刷，那么以一个黄姓男子为主啊，那么他们下令本来他们是十二个人要采取自焚抗议的方式啊，就没想到呢火一起啊一发不可收拾，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三个人呢试图冲出去，结果呢在外面的这个相关的政报部队的长官呐、啊，在没有经过最高这个指挥官下令之下，竟然直接用机关枪跟步枪啊直接扫射。 造成了整个绿岛的执讯总队呢，因为这样而暴动，而纵火，而起火。不过， 当时警备总部号称啊，那么所有的人都不是被开枪打死的，所有的人都是被火警烧死的，所以跟他们没有关系啊。然后紧接而来还把这个黄姓男子在内的十二个人移送法办。这个黄姓男子洪博威说的这个黄姓老大，他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么警备总部显然就把他当成是这一起事件里面呢。 带头然后闹事暴动分子啊，而不重视他们的诉求，那么最后还甚至一度判他死刑。不过经过层层的这个的打官司，还有包括当时那么呃包括当时的律师陈水扁跟江鹏坚他们呐、啊，帮他打官司了以后呢，最后只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他在出狱了以后呢，后来还曾经啊、呃，还曾经成了这个一个公庙的相关的这个庙祝啊，还把死亡的八名的。 这个呃，这个相关的兄弟呢，他们的排位啊，列在里面供奉。绿岛暴动付出八条人命代价以后呢，终于引起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愿意去面试面对这一起案件，所以呢，总共三千一百四十二位一经重案未经审判的这一些流氓，终于分批能够释放，而。 事隔多年以后呢，这些人也分别透过诉讼，那么认为这是一个不公不义的这个等于说逮捕行动跟服刑的行为啊，而且在服刑的过程当中动辄刑求啊，所以呢违反人权，也分别那么获取国家赔偿。